Hello，你好啊，白玉屠夫哥哥。Hello，多大年纪管我叫哥哥？你你应该比我大吧？我听闻，啊？什么？我90后啊，我也90后啊。你也90后？对啊，你头发出卖你了？你不是没还有啊？挺你前一段时间你也不是染黄头发吗？头发不代表什年轻的？么？你今年多大年纪？我其实我比你大一点，我是88年的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对吧？所以你现在怎么又换背景了？你现在在家里吗？我不是来三亚玩，困在三亚了吗？哦，我租了个房子，对，家回不去了，我家那个区被封了。那你是哪里人啊？我辽宁大连人啊，哦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那所对，以最近你一直那都个。在大连吗？你平时直播的地方都我是一直在都大在连？大连，什么？对，在大连，啊，在大连，我平时直播也在大哦连，对。哦哦，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聊过天呢？因为我觉得你太红了，我又不好意思找你。每次直播间那么多人，没有啊，我觉得你们很红啊，你们就是什么成都医护啊，然后肖卫啊，你呀、啊，反正就是那些就是。上过徐峥峥的，就你们几个比较红一些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网红，你是明星，就是不刚才认我真的。刚跟一个朋友在聊天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真的好会聊。刚才那个就是怎么聊都聊不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是，哦，对，那个就是不会互动的，我就觉得你是有来有往的那种。就觉得你和你聊天很开心。啊，谢谢谢谢！你喜欢什么类型啊？就是你先，咱们先问，就是说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？这个先保密吧。啊，先保密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有喜欢啊，其实就到我这个年纪了，就不太挑外在了，就比较就想喜欢对我好的，比谈得如来呢？的，比如怎么对你好啊？就是。就是情商高一点吧，事事能让着我一些。我脾气比较躁，那你哦，不是，愿意发脾气。你是一还是零呵呵呵，啊？啊，你是一其实啊？没有那么绝对了，不是啊，说没有那喜么欢绝对。的，我也可以的。就是，那你喜欢，就是稍微壮一点的，还是喜欢就是正常人就可以？这个倒不挑，这个倒不挑，就不看挑，眼缘。看哦，眼缘，不挑。对。所以你现在除了做直播这一块，还在做其他的工作吗？我之前是。我现在没有工作了，没有工因为作，被疫情搞的，我所又做影以，视业了，所以我们问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啊，就是好你的，们在拍摄的时候，因为我记得你最出名的那张是最早期的，就是我也不是说那个是最出名的，是我第一张了解你的好像是。反正就是跪在地上的一张，然后就是穿着一个类似于道袍的一个古风的一个照片。那张照片我觉得啊，是很早期了吧？那不是我啊，那不是我拍的，啊，不是你天拍哪，的记吗？错人了，是你拍的当呀？时是悟空拍的，悟空的，谁？马大宇，悟空拍的，悟空，是你拍的？我悟当空，时我就记得是你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哦，那可能那记就错大了。刘吧。那我就这个转移一下，就是那你们在拍摄这些比较性感的这些照片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些反应？没有吧？现场没有一些反应。没有吧？真的没有。就现场，其实大家就是感觉在办这件事儿，就是想怎么给它拍好，没有往这方面想啊。那有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拍一些比较，大尺度的，但是不方便，PO 出来的一些照片，自己再留着。那必须有哎，那是肯定的。对，藏了满满一相册，那手机丢了，我估计就完了。啊，满满一相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已经，还有很多。已经拍了很多，是这样，所以。
网传，网传，就是摄影师会跟模特会有一些接触，会有吗？就没有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接触，就是会像涂油的时候会帮你涂油啊，或者怎样的。哦，主要你知道吗？拍我几个摄影师，拍我的摄影就卡尔的拍我最多，他喜欢大胖子，我不是他的菜。哦。所以我就只是说，所以你这几个搭档里边，你会更喜欢哪一个搭档呢？就是，因为你们拍摄会有一些CP 的那种感觉的照片，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官宣 CP 不就图图吗？啊，就是那个草字头啊，就是那个图图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你。就是你会更喜欢的类型是那种类型？嗯，如果一定要挑个喜欢的，就从卡尔拍的模特里选的话，我应该会选肖卫吧，肖卫或者是悟空，他俩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俩为什么脱颖而出了呢？因为你不觉得我和肖卫很壮型吗？都是小眼睛啊。就身材也很比较相似。那悟空呢？悟空就是比较看着来电。他是你看着比较来电的人。啊，对啊。哦，是这样。所以，嗯，私底下没有再去深入了解之类的。没有，就只是说简单的微信上沟通过几句吧，没有说太深入。没有这种深入啊，就是那个我觉得不一定会有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暧昧啊，这些都没有。也没有。也没有啊。所以因为看你现在也是没有其他的工作，如果说你持续的会有比较一个空闲的一个状态，我们有一些拍摄的一些剧啊，或者说一些综艺啊，邀请你，你会考虑吗？那特别开心呢。就是你其实会很愿意是吗？对啊，很愿意啊。就是我本身我就跟剧组的。哦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搞一个类似于就是那个我们约会吧，或者说就是韩国的一个综艺，就是类似于情书的那种旅游类的一个恋爱养成节目。让你去在这个节目里组 CP， 你会愿意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嗯，可以啊，开心呢。他们说阿波罗知道吗？阿波罗是谁？阿波罗不知道。哦，好的，那我就大概知道你的意愿了。那我可能会在今年的七八月份会开始筹备这个事情。到时候如果我给你发邀请的话，希望你能来参与一下，好吧？你开啊！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是不开玩笑，因为我其实也在演戏你 OK 吗？你觉得？因为我是学电影专业的，就是你学表演的？我不是学表演，我是学电影摄影的。电影摄影，电影摄影哦哦哦，对，我一直跟很多年，就对表演还是懂一些的。哦，那你来评价一下芝麻里边谁演的最差。那你最好还好嘞，最差我觉得都挺好的。那最好的是谁啊？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都挺好，我觉得你演的最好。这个人不简单，这个人这个人前途不亮啊，这个人。行行。先夸夸导演吧。所以就是。我看一下我的直播间里的朋友，你们是更想让八尺去演那个演恋爱的剧，还是想让他上综艺？你们觉得会更倾向于哪个？如果说是演剧的话，请扣一；如果上综艺的话，请扣二。你们来看一看，来吧，来演剧请扣一，然后上综艺请扣二。啊，一比较多。啊，二也比较多啊，他都挺多的，所以也就是啊，那个八尺的人气很高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我就那等会儿咱们方便加一个微信吧，但
这个提前我要说好，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爱当真。如果说你现在跟我 OK 的话，我可能在写剧本或者说在策划综艺的时候，就会把你这个角色带入进去，所以你要考虑清楚，好吧 ？OK 啊，好的，那等会加个微信，好吧？嗯，行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拜拜拜，哎，拜拜。零个屁呀、啊！好的，那我今天也就直播到现在了，然后我要健健身，然后晚上就要早点睡。最近就是一直在调整作息。大家对综艺也好，对影视剧也好，大家有一点点期待吧。我觉得今年还是会继续的去做，当然肯定不是芝麻系列了。就是我们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单元，但是我觉得一直都是小娟宇宙，就是无论是周明磊也好，还是那个郭晓军也好，包括可能未来会有新的角色，这个我估计都是在同一时空，然后都能串联起来的一些人物，然后一些故事，包括一些过去的演员可能会回来客串，但是我们还是一直秉持着一种用新人的一种态度，然后去培养一些新的面孔啊，所以就是我们不可能停滞在过去，不可能总用一个演员，而且演员自身他们也会有其他的事情去做，本身我们的拍摄的内容其实都是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就是所有的演艺人员其实都是没有任何酬劳的，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会，更多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如果说他这段时间他想来演，他也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，他就会来演啊。如果说他接受不了，那可能就是不会了啊。所以你们经常会跟我说什么那个龙二的片酬是多少，其实我剧里的所有演员都没有片酬。然后我也期待着，就是大家就是看过一个作品以后要走出这个内容，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作品啊，你们不要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